4月28日，李冰冰深夜现身机场，男友贴心接机并献上鲜花，心情甜蜜的冰冰歪头娇笑萌翻天。照片中的李冰冰身穿棒球服配棒球帽，青春洋溢，冰冰也是非常的热心，最后乘车离开也不忘和粉丝挥手告别。从年初公布恋情之后，一向女王的她经常露出恋爱少女的纯真可爱，每次拍照都笑得好甜，人越来越美，穿衣也越来越少女，恋爱中的女人果然都很少女。